1970年9月1号，我跟同学出柜，我就觉得婚姻权就是唯一必须要去争取的。那可是社会大众还是觉得这是妖魔鬼怪的异类了，魔头出世了。拍我不是简单的事，他是冒着生命危险。他们游行完我才会下来，我游行完我才会下来，你叫警察来啊！哇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反头就认为我是坏事。是天命，我妈那天早上生我的时候，天空啊出现三道彩虹。有的人不玩厕所，不就是野炮的，我是全方位的。这是男版的王菲。就是虽然你怪怪，有时候怪怪的，做一些怪事。不是说，人家讲了，齐家威有那种迫害妄想症。他那个就是不元旦的，反正就是不让我炸。齐大哥在上班。齐大哥，而且他都不知不觉的会在一个最大的地方了，奇怪。我等这一天等了41年6个月24天，目前在医学上同性恋是正常的人，也是对的人，婚姻呢是正常的事，也是对的事，对的人要去做对的事，为什么是不可以？确实，我那个老伴儿，他的头靠在我面前，他躺在那边睡觉。要同运的革命火种不熄灭，永远都会有希望。家公投我同意，夫一妻，一夫一妻，婚姻家庭，婚姻家庭，全民决定，全民决定。如果说他们专法不满意的话，我就阻挡啊，我职工大位啊，明年选总统。霸凌歧视通通跑，霸凌歧视通通跑。很多反同的人都认为同志族群啊太温良恭俭让，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怎么骂，就用齐家威的名义骂。你要活着，相信那一天会到，因为我们会这样子活到那一天。还活的人能够继续完成对台湾同婚平权的一个理想。